进攻犯规，都他来害我们同学的信任，让我们没有人陪我聊天。我不知道信息要跟谁说。我不想上学，我待在学校很烦恼。家里没有人在，没有事情做，我想要有人陪。国泰世华银行基金会大树计划长期关注弱势孩童。大树计划期待透过校园生活养成孩子的自律能力。怎么了？怎么坐在这里？因为队友说我不传球又输球。那我问你，篮球是团队运动还是个人运动？团队。那你记得先分享，你才会有机会进攻。大家是一个团队，我们要有团队合作的精神。大树计划支持用沟通建立面对困难的勇气。你们无聊对不对？对。想不想踢球？想。大树计划相信，因为有兴趣，让学习更有动力。我们信心。做学校的助力，陪孩子自信成长，让弱势孩童也能站上学习的起跑点。您的捐款是孩子起步的动力。国泰世华银行基金会。